父亲看到两名维护人员正划着小船在河面上进行垃圾打捞作业。周围居民都说，如今的龟塘河就像是小桂林。觉得环境很好，很漂亮，这里经常可以过来散步做运动，都很绿，感觉像这边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桂林的那个水那么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就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河长公示牌，在这个公示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河流的名称，那么这里呢就是龟塘河，同时还有这个河段的起点、终点以及这个长度。同时我们再看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县级河长、县级河段警长、乡级河段长、村级河段长，以及每一个这些人的这个名称以及他们本身的一个职务都有进行一个公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这样的管护目标，那么他们这个目标呢，就是沿岸无违建、河道无淤积、河面无垃圾、污水无直排、水域无障碍。同时在公示牌左下角还有一个二维码，市民通过微信扫一扫就可以进入雨花区河长制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一个四年行动目标，去年我们全区已经实现了三级洪水的全覆盖，到2020年呢，主要就是一个河湖健康体系和河湖管理保护机制基本建成。目前雨花区已制定了2017至2020年的四年目标，即2018年全面完成清面清乱清氧目标，水域面积只增不减，河湖水质明显改善，河湖环境显著改观。2019年河长制管理收效明显，主要河湖达到无杂物漂浮、无违法建筑、无堤岸坍塌、无污水直排、无偷采偷卸的五无标准。至2020年底，河湖健康体系和河湖管理保护机制基本建成。实行那个一河一档和一河一制的编制。河流名称呢、长度啊，还有它的一些水质啊，还有一些基本信息、基本情况。根据档案，我们来发。